第一件事就是，然后来这边的第一件事就是充电。现在我拿出老板给我的厉害的万用插头，怎么用啊？这边拉出来，完蛋了，这怎么弄？打不开啊，老板，不会用 ，What the fuck？会被电啊！我会不会被电？这样吗？不是啊，这根凸出来要干嘛？这根凸出来要干嘛 ？Help me！ 嗨，早安大家！巴黎的第一天，走吧，街道很漂亮。我想说要去家乐福去买一点食物，因为我觉得我常常要吃饭的时候店都关了。Let's go！ Shit！ 我走反了啦！我走反了。重新一次。Let's go！ 好的，各位观众，我又走反了，不是走反，我这次是走错条路。我真的觉得。巴黎的每一条路都很像，我是成天一直走错路就饱了。这巴黎真的是，哎，宝宝我累了，这就是不做好功课的下场。所以各位宝宝们呢，如果来法国，千万不要跟我一样，好累哦，先这样吧。好烦哦！这班又大错，我就没有希望了。好烦哦！应该是对的吧？我现在在哪？甘肃比台北还复杂。我就是要走比较远才能到家。真的是，其实我很聪明的，可是。怎么会疯狂大错呢？到底为什么？哇！我们看下去。现在是法国1点，我终于坐到对的车。
又走错方向了啦，很烦，超烦。Thank you. No, no problem. You are address? Where are you go? This.Avenue de Versailles, 73. Here, address? Yes. 73 Avenue de Versailles. What's your name? Send me a problem.You're not that man. Don't touch. Don't touch. Are you? You're beautiful. No, you. Oui, oui, c'est là. Here. Non? 73. Here. No, no, no. Turn around. Back. Yeah, Remusa. Yes, yes, yes. That way.Attends. No problem. Now it's beautiful. Hein? Beautiful.